无法度通啥见性，所以甲你讲，知处见性啦。唯有你了解着你的本体，你了解着你的本性，才有法度到究竟。那无呢？咱拢当作是即个世间的轮转，吼，这是何项的吼？即内底吼，差不多何项分享，这是吼净空法师写，啊，所以何项的伊即段吼，甲咱吼分享啊，你看，哎，净空法师嘛开空去啊，啊，所以伊的前头伫世间，吼，啊，像咱临终嘛开空去啊，所以拢把这文字留伫这个世间，就是要哪，互咱借着文字而来。深藏着伊意境，伫伊个意义内底，咱好好去修持嘞。像咱拄仔头拄仔做事来讲，咱若无去了解着伊经义，敢记这文字啦吼，啊无要真正提伊经义来落实，家己要修啦吼，那安尼对你来讲是无益处的。哦，啊咱足有福气吼，咱会当来听着嘞，吼，常常伫咧学习，欲做即套经典。这嘛是咱小小所修来的这个迄、那个观念咯，咱叫我当研究的这套，这叫做大乘观念吼，所以这昨天吼，咱大家吼，会使讲足恭喜的啦吼。安尼今仔我讲到九点半，我刚刚分享到这吼。大家好，请起。
行三十公里前到运冲，再直通三十公，感谢点人师直飞之风，感谢领阵直飞之风，坤道运冲，再直通三十公，感谢点人师直飞之风，感谢领阵直飞之风，直驾向无极大母行三十公里前到运冲。再起风，三起风，十架前人之风，十架副前人之风，上架点人师之风，昏大地之风，再起风，三起风，十架前人之风，十架副前人之风，上架点人师之风。嗯嗯嗯。